华人勋一句话撼动全球股市，辉达公布第一季财报，营收260.4亿美元，年增2.62倍，净利更飙涨628%，带动22日盘后股价冲破1000美元。激励台股23日上涨117点，开21668点。虽然走盘涨跌互见，但台积电一枝独秀，开盘来到876元天价。AI 的伺服器或者是 AIPC 呢，它其实真正大量出货呢，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，他们的股价来讲的话，应该是会有相当大的帮助。台积电、辉达两大产业霸主股价炙手可热，辉达宣布将季配息提高150%，同时也要进行一拆十股票分割计划，增加市场的一个能见度，让更多人可以参与。那另外呢，拆分完每一股的股价变便宜之后，它其实还有那个更大的积极度跟企图心，可以再继续把它股价推到更高。辉达近5次分拆，在2021年1拆4，2007年2拆3，2006年、2001年、2000年都有。分析师看好分拆后入场门槛低，投资者涌进推升辉达股价。外资大摩也押宝14家台厂，台积电、鸿海、台达电、伟创、技嘉等。不光这一季强新增，黄仁勋接受外媒访问称，全球科技业都得依赖台湾。最上游的 IC 设计、晶圆代工、中游的零组件，甚至于下游的人工智慧伺服器的组装，全台湾的产业链几乎都可以受惠。辉达、超微相继宣布要在台湾设研发中心，同时黄仁勋喊话需要台湾，对台股而言有正面效应，也丢出了重要风向球。环宇新闻王君宏、陈品珍台北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